关东纸媒很快就玩完了，你每分每秒都要跟全世界的人打仗。身为囧报的总编，就一定要赢，根本没得选。囧报代总编辑方莹小姐，今天就要从头赢到尾。如果反而刺激到谭睿智，到时会有什么后果？那个女的根本就爱去夜店鬼混，还堕过胎呢。你说什么呀？总之，我们今天一定要赢闪报。现在是不是为了点击率什么都可以做？庄雅媛究竟给了你多大压力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你要是好心的话，就帮我写一篇稿子。事实怎样，谁会知道？比在我们手上。如果我们告诉读者是卢静包庇高要求，就是卢静包庇高要求了。把视频公开，对事情有帮助吗？没有新闻就编一个呗。住手啊，老二！你出这么大事，就是为赚点击率。闪报的人简直是疯子！你知不知道我们害死了人啊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啊？其实我们要赢什么呢？做点什么，让香港人知道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可以反败为胜。单单凭你高要求这一句，够重口，可以写两版。